师傅，伤势如何了？用汤谷水疗伤后，已经痊愈。此番清水镇之行，听闻你的经历颇有趣味。徒儿效仿师傅，年轻时行走天下，领略大荒风物，体会民间苦乐，还结识了各色人物，或敌或友，的确颇有趣味。师傅若有时间，弟子愿细细讲来。那位指点你用汤谷水疗伤、冰晶止血的小医师，也算是救了你一命，就从他说起吧。慢点，来，最后一个菜，菜齐了。六哥，今天怎么这么多好吃的呀？对呀，非年非节了。我想你们了，想让你们回来吃点好吃的，不行啊。六哥这是拐弯抹角，说咱们回来的少呢。你们两个，以后多回来看看老穆，多跟串子还有三条走动走动。大家虽无血缘，但都是亲人。六哥，你放心，我们以后一定常回来。来，喝酒，喝酒！哎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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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吧，六哥？刚才就你没喝，我看见了。来，跟我干一碗。来，到爷爷这儿来。来，咦，你吃什么呀？喝喝酒。不管是相柳，还是防风氏，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我都清清楚楚。唯独这个文小六，似敌似友。他既帮相柳给我下了蛊，又救了我两回。徒弟实在是猜不透，他究竟想要什么？擅长用毒，又会操纵蛊虫。是。你跑一趟清水镇，把文小六带来，我要见他。师父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他也许是故人之子。师父放心，徒儿定将他带回武神山。师兄，师父怎么会对清水镇的一个小医师感兴趣？这小医师来历不明，是个年轻的神族男子，身在民间却视汤谷水和冰晶为寻常之物，还擅长使毒驱蛊，实非常人。师弟，你可知道武王之乱？听过一二。叛乱的武王皆被诛杀，但我传闻中荣王子善王一子遗落大荒，不知所踪。恰巧钟荣也为世界擅长使毒，莫非这小医师是醉王之子？这就说得通了，他救我，接近我，不外是想携恩图报，以为他用。必是如此，我这就出发去把这个文小六给带回来。天热，给你解暑的。不用了。
你要走？我们什么关系啊？我走不走关你什么事儿？青丘公子，这里是清水镇，不是青丘，你为什么还不离开？你在这里，我不离开。你不是听我的话吗？那你离开，走得远远的，不要再回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你是涂山璟，不是叶时琪，我们毫无关系，你能明白吗？你走吧。我多么希望自己只是叶时琪。我知道你讨厌涂山璟，努力克制自己不来见你，但我做不到，我不敢离开。你让麻子有了家，给串子找了桑田，为老木安排好养老，你已经准备好抛下这一切继续去流浪。我怕，我怕我稍微一转身，再回头时就再也找不到你了。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做好了和你一起走的准备。我要跟你说多少次啊，我让你离开，不要再回来烦我了。我现在休息，不想理你。怎么说就不？轩哥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多日不见，你来无恙。那鼓我帮你解了，你应该能感受到吧？要不然我拿一个东西扎一下我自己，你再感受一下。不用了，我知道。我来是有其他原因。什么其他原因？我师父想见你。你师父？你师父是谁啊？你师父为什么想见我呀？我话说回来了，你师父想见我，我就一定得见他呀。不跟你绕弯子了，我是西岩苍玄，西岩王的嫡长孙，我的师父是昊灵王。久仰久仰，原来是王孙殿下。不过我就是一清水镇的，我既不属于西岩子民，我也不是昊灵子民。我在武神山的时候跟我师父讲了一些你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对你生了兴趣，想要见你，特意派我前来请你。我不去。帝王之召应该由不得你拒绝。文小六，不要让我为难，我不想对你动粗。
行，玄哥，那我跟你去浩陵。不过我需要半天时间。半天太久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救了你两命啊！堂堂的西岩王孙，就这么对待自己的恩人啊？你第一次救我，是为了帮助相柳设计陷害杀我，我不追究，也是饶了你。如果你不给我下蛊，我也根本用不着你第二次救我。阿念是浩陵王姬，你三番五次开罪于他，你应该知道他很想杀了你，是我在背后保你。此次去浩陵，你就是落入了阿念的掌心，随他处置。难道你不希望我再次保你吗？咱俩究竟是谁欠了谁的恩情，真的说不准。我要是不去浩陵，也用不着你保我。给你两个时辰收拾东西，和亲朋好友告别。天黑前我们出发。你要是再敢耍心眼儿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好好活着吧。在下要铸造兵器。在下今天星辰，虽然鬼方氏对今天氏有恩，族长让我来接你这个活，但我这个人呢，向来铸造兵器只看心情，如果你要的兵器提不起我的兴趣，那我会断然拒绝。好一副刁钻的弓箭啊，恐怕要耗费几十年心血才能完成了。不过这铸造弓箭的每样材料都稀世难寻，这找材料比我铸造弓箭还难呢。材料我会一一奉上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这活我接了。只有相柳不在乎西岩和浩陵，也只有在陈荣军的地盘上才能避开哥哥。太轻了，相柳肯定感受不到。主上，一切都已布置妥当，出城道路多已封锁。相柳是指望不上了。
轩哥，我在这清水镇待了快30年了，我想去跟街坊邻居们告个别，您看行吗？好。多谢轩哥，多谢轩哥。六哥，回春堂以后就托付给你了。老木若是难过，你就告诉他，缘来则聚，缘去则散，同行一段已是足矣。我好好孝敬老母。你是个聪慧的人，春桃的那点小心眼儿你让着点儿。人生无常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春桃跟麻子能依靠的只有你跟串子，你跟串子能依靠的也只有春桃跟麻子。来，起来吧。六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听你的。六哥，你要去什么地方啊？世界之大，去哪儿不行啊？六哥，最好的排骨给您留着呢。好嘞。哎，六哥，这六哥好，六哥好。哎，六哥，哎，六哥。我这刚出笼的包子给你留几个，待会儿回来拿啊。好嘞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谢，不错吧。当时啊，然后啊就没了。你会为了我得罪昊陵王和夕颜王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也知道，如果没有什么事儿，我肯定不会来找你。夕颜王孙苍玄殿下正在回春堂的后院等着，他说昊陵王要召见我。我陪你去昊陵，昊陵王是贤明君王，应该不会为难你。他贤明不贤明关我什么关系？我不想见他。你想逃掉？是啊，我想逃掉。很麻烦。是很麻烦，如果不麻烦的话我就不会来找你了。这世间看似越严重的事其实越简单，说白了不过都是生意，逃不过利益二字。即使君王，我也可以和他们谈谈斡旋转换。没什么可谈的，涂山市肯定有隐蔽的通道进出清水镇，你帮我逃掉。好。
逃走意味着违抗昊灵王的旨意，帝王威严不容冒犯，苍玄肯定会一路追击。若是我们执意反抗，苍玄肯定会下杀手。即使以后我们侥幸逃脱，你也会同时得罪昊灵王和西炎王。今夜准备衣物。少主不必亲身犯险，奴婢带两个得力的人护送六一世离开，奴婢以性命起誓，定竭尽全力保证六一世的安全。准备我和小六的衣物。是。主上，文小六去找涂山璟了。主上，既然您知道文小六诡计多端，为何还多给他两个时辰？不管怎么样，他确实救过我。这两个时辰，就算还他两次恩情。易英小姐，这是什么？少主要一些衣物，我给他送过去。哦，那你快送去吧。是。就算六一师对少主有恩，涂山氏可以用其他方式报答六一师，少主何必以身犯险啊？三日后你回青丘，如果顺利脱逃，我会去青丘找你。如果没有，你和兰香找人嫁了吧。我们走。主上，温小六已不在鱼府，但您大可放心，清水镇已布下天罗地网，他跑不了。陈荣参军那边呢？已经增添了不少人手，看守各处的山路，他进不了山。这个温小六竟然能蛊惑青丘公子对抗昊灵王，我还真是低估他了。已经出了清水镇，我们现在出发去昊陵。走吧。这样啊！没想到二少主竟然会不辞而别，我怎么跟太夫人交代啊？二少主的去向，防风小姐可有线索？殿下这次是奉昊灵王的旨意办事，为了涂山氏，还请小姐仗义执言。少主要一些衣物，我给他送过去。我曾无意看见过二少主的行囊。我看里面的衣物十分轻薄，不像是去西岩，倒像是要去昊陵。多谢房风小姐，在下告辞。大人慢走。
赶了这么久的路，不累吗？苍轩就算想破脑袋也想不出，我已经在浩陵了。平时觉得你最老实，没想到你最奸猾。为了我得罪浩陵和夕颜，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不后悔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够了。你若是回不去青丘，那这世上就再无青丘公子了。青丘公子本就是一个笑话。这座茶楼还是因为青丘公子的题字闻名天下的。姑娘，我看你在这等了好几个月了，青丘公子是不会来的。他十日不来我就等十日，十年不来我就等十年。姑娘，你太痴了。有名士不远万里只为和他下一局棋，有王族不惜万金只为求他一幅画，我这又算什么？只要再见上他一面，听他弹奏一曲，此生就无憾了。去吧，去跟你的旧相识打个招呼。脏了我们小姐的衣服。什么青丘公子啊，看见了吧，这就是脱掉尊贵的衣服，撕掉尊贵的身份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这世间就再没有青丘公子了。你们是亲兄弟，他为什么这么对你？只是为了争夺家产？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我和大哥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感情很好。大哥和我不同，他飞扬跳脱，灵力也比我高，任何招式他一学就会。的剑术越发精益了，还是弟弟的情谊更好，为兄自愧不如。哥哥，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景儿，景儿，景儿，有没有伤到啊？吓死娘了，医师怎么还没来？娘，我没事，你看看哥哥吧，哥哥的头都破了。怎么会没事呢？你身上有没有哪里疼啊？手又没有受伤，你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听到没有啊？来，娘抱抱啊，乖。你们是亲兄弟，但你娘却不喜欢你大哥。娘对大哥一直都很冷漠，大哥十分努力，拼命般的勤奋用功，想要得到娘的赞许，可是娘用尽各种办法打击否定他。娘，
多少喝一点吧。滚！给我滚！看见你就恶心。娘，你为什么那么偏心？为什么不管我做什么都不如我弟弟？就是不如你弟弟，你心思污秽，性情卑劣，你连你弟弟的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。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滚！娘去世后，哥哥很痛苦，不仅仅是因为失去娘痛苦，更因为他一生一世再也无法得到娘的认可了。奶奶不忍心看哥哥就此毁掉自己，才说出了真相。猴儿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这个秘密奶奶守了这么多年，为了你不得不说了。其实你和景并非一母所生。从那以后，大哥不再酗酒，开始振作起来。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，可有一日，大哥突然来找我，说有要事相谈。我没有起疑心，便跟着他离开。等我再醒来时，我已经身处在一个密闭的地牢里，灵力被封，四肢被龙骨做的链子捆绑着。十七，不怕，都过去了。我在呢，不会再有人欺负着我你了。我知道。怎么了？浩林的军队把客栈包围了，还有两个灵力十分高强的神族，我一个也打不过。
如果我们真的这么顺利逃走的话，我反而会对苍玄失望。这样看来，他果然有几分本事。我让你失望了。胡说，没有。苍玄是凭借两国之力在追捕我，你是凭借一己之力在帮我。我们能逃到这里已经是奇迹了。你有多不想见昊灵王？宁思也不想见。我虽然打不过他们，但我能拖住他们。我的坐骑在东北方，待会儿你就往东北方跑。举着这个玉狐狸，他会来见你。那你会有危险吗？我是涂山青，就算昊灵王在此，杀我也要仔细考虑。别的将领绝不敢擅作主张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厉害，那我不管你了，我自己跑了。让我看一眼你的真容。你可想好了，我一旦出了这个门，就是另外一个人了。文小六不再是文小六，叶时七再也找不到他了。即便是这样，你也愿意冒着得罪昊灵王的危险，让我一个人逃跑吗？我有点理解涂山侯了。你好的让我都想怨恨你了。文小六，滚出来！再逃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快走！走！快走啊！文小六，乖乖的出来，我让你少受点苦。涂山氏的迷障，破阵。是。文小六逃掉了。文小六在哪儿？涂山二少主，你这么做不怕牵累整个涂山氏吗？我是叶时七。叶时七？如果你是叶时七的话，那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。苍玄哥哥，你果然厉害，
难怪外祖父会喜欢你。风霜，不争不抢，不失不忘，静穆骄阳，没有你的阳光，空气只留下热浪，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，随心去远方，看看太阳，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美徜徉，等你对影一弯夜光，来世写风雨，去世带走了四季，你不在，再好的风景皆无力，开始汹涌来袭，后来绝尘而去，你不来，再美的天地都浪迹。